见过前辈，不知前辈叫我前来所为何事？找你陪我喝一杯。前辈如何称呼？ 喝酒啊！陈露碑，现在知道我是谁了。当今天下，有化神武宗。 道生天玄在应则为龙都之主木广寒，天窍封剑雄孟萧罗，愁山法海赤狐大师，以及能够酿出这修界第一美酒禅露杯的瑶宫南方主。打住！你们道生天的人最讨厌的就是一张嘴。前辈何出此言？ 以为我看不出你师承何人吗？我在想啊，你们家那位是怎么舍得把你这么好的一个苗子丢下黄河的？晚辈少仓，见过南方主。